这孩子有断连水痛，孩子有断网不能开开，从阳光照射进来，像大学生可以还有很多水管，但不能开开，不能乱开。但他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个传奇，因为他必须要画了很多的石灰下去，到时候石灰下去把这个弄出来了，剩下沉淀物那些灰尘物，换来的土物不就是传奇？这也不对，现在来讲也不是说很环保，就是说我们让他体验到以前的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些作为，但是来说，比如说在教育的方面来说，在真正生产起来。